好，那快速 review 一下我们八月的排程哈。八月一号准备工作事项，是。八月七号执行工作事项，好的。接下来很重要哦。八月十五号，请大家一定要交交工作清单给我。注意，不是八月十四号吗？哼。小妹飞蛋，因为八月十五号是我生日啊。大家一定都要来哦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八月十五我生日，刚好是今天。跟康楚也认识十年了，真不知道今天康楚哥会表示什么呢？想当初他对我是如此的温柔。松莹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康楚学长，没错。哎，今天是你生日哎。对啊。那我带你出去玩。快点啦，来啦。谢谢学长。走。哎，上车。抓紧哦。好。学长加油哦。好期待哦。闯意，是老妈呀，看来跟高楚学长的友情是假的，但亲情总是真的吧？老妈要送我什么礼物吗？为什么连我妈都客气冷漠啊？春哥他会喜欢吗？应该会吧，虽然那么久没见，可是他应该都没有变吧。输赢呢？好好好，先听大家讲。来了，每年最享受的就是这一天了。我真感谢老天给我这群朋友，每年生日都要陪我度过这么重要的时刻。输赢，输赢，再让我等一下好了。输赢，等一下，这样来的。来了。输赢，快开门！谢谢你，输赢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扛住那个，你变很漂亮哎！我真的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个很胖的人，太瘦。我跟你说，来来来来，不要客气，在这是干嘛？学长，你跟我走，自己家就好了啦。来来来，学长，我有你耶！学长，这是我生日哎，这是我的地盘哎。快点快点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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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生日快乐，唱台语版好不好？台语台语台语版台语版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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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你不是会日文版？会会会，教他唱一下。好啦，我们谢谢大家今天来哦，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过完2020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你在这里干嘛？我不开心是不是？没有，不开心。不开心就是坐下啦，好好。没有啦。休息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哎，你跳你上次那个拿手那个舞啊！哎呀！来尬一下，来尬一下。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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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
生日吧，大家是在开趴的吧？哇，真是很烦哎、欸！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是今天的主角哎、欸？哪有啊，我才羡慕你嘞！你那么耀眼，走到哪里都主角。哎、欸，你有自信一点好不好？其实生日只是你妈把你生下的日子而已，你应该好好感谢你妈吧。更何况啊，我觉得每个人生命当中每个时刻都很耀眼哦。像我啊，我就觉得你很耀眼。你白痴哦，说这什么话？哎，怎么会突然想要鼓励我？哎、欸，啊，你刚刚那笑容真的很好看，记得哦，永远要记得这笑容，非常好看。那我就先走喽，拜拜。谢谢老板。其实他人还蛮不错的。是笑容最好看、最耀眼的主角。人嘞，道歉不说就算了，我生日也不约我去人哦。好啊，谢谢大家，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。谢谢观看这支影片的人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有豪迈笑声的女子素英，今天邀请到了阿汉。是的，今天你用什么角色来演出？ 我今天用一个就是卖梦想的这个直销专员叫 Country。我就是看你的影片，然后就看到很多 Country 的影片，然后今天我实际上看到 Country 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反应我大笑。我为什么好？到底好笑在哪里？因为我自己看影片的时候我就会大笑，然后可是当你弯弯曲曲一模模一样样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你知道路人有时候粉丝认出我的时候听到我笑声的那种感觉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。那你觉得我跟影片上有什么差别？没有，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 NG 的时候，你是骂我淫荡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蹦出淫荡，我觉得可能是我私底下就觉得你很淫荡。所以你在爱情当中是一个大女人还是当小女人？因为你知道有点年纪之后，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要当大女人，什么时候要当小女人。真的假的？就心情比较重。你不是二十几岁？啊！你知道我真的是找对人了。订阅我，大家好好的订阅追踪阿汉，好不好？ Okay。 那你今天合作下来，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在那个顶楼，就是假装很偶像剧的那个，因为我平常的台词其实不超过两个，除非像阮月娇那么讲话就可以讲很多话，就可以一直讲，一直被骂人，但是中间被骂，但是其他角色大部分我都会设定一两句台词。所以你阮月娇那种就是自由发挥。阮月娇她怎么讲台词，她讲发音错误都没有关系，她怎么讲都是糊糊的。因为我总觉得你是剧场出身的吗？怎么那么会演戏？我是啊。那我吓死了。嗯，没有很会演，但是我想知道，就是因为你说到角色，其实你还蛮传神的，而且很精致，所以我想知道，像说阮月娇啦，或是那个国中生妹妹啊，就大家知道你的就是去模仿角色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去做这件事的？我觉得角色对我来讲最大的差别就是声音哎，因为我像这个设定啊，就是他比较没有自信，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亮，我的声音就是还好。可是如果是那种有一个角色给他固定的声音的时候，那个角色就会整个就跳出来了。所以你声音出来之后，那个角色自然而然就会，他自然就很有自信。好。那感谢今天阿汉来跟我们拍片，大家喜欢我们今天影片吗？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追踪，还有把我们两个阿汉和素颖的小铃铛都打开。打开哦，记得一定要打开哦。我爱你哦，爱你们，小铃铛。我准备要拜拜嘞。好了，各位小铃铛们，拜拜。转了我们，对，转了，谢谢，转一转，哎呀，小静，姐姐，法师在哪？法师，把手腰好不好？我就快吐了，我终于在快吐，肚子大，喂他美金，然后喂他美金，每个时刻都很耀眼啊！我觉得你现在就很淫荡，就很淫荡，就很淫荡吗？就很淫荡。没有，就淫荡。没有，我没有说他淫荡了，私底下比较。刚录下来了，所以你真的淫荡哎，超淫荡的，好可怕，好淫荡，还来蛮淫荡。生日只是你妈把你生下的日子而已，你在搞？好妈妈，白痴哦，说这种话。
没事吧？没事，哦，真的是没事。好，可以。